禅言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两识其语口的四种过偏重在这两种。当然任何一种与这个四种过失都有关联。注解里面跟我们讲，人纵有过，亦当须为掩护。这句话很重要。事出世间圣贤，无不是教人，而积德累功，实在就是在能够原谅别人的过失。要从这个地方下手。所以口业自古以来一切众生最容易犯的，所以世尊在经教里面善护三业，总是把口业摆在第一。这个用意我们要知道啊，我们要能够体会得到。我也常常劝勉同学们，不要轻易说别人过失。什么原因？我们自己的本身过失太多了，自己有过失，有什么资格说别人过失？这是常理。等到哪一天自己没有过失了，我深深相信啊，你决定不会说别人过失。我们学佛，学佛是学开智慧呀。啊，昨天晚上我们在此地讲解善财童子五十三参文殊会最后这一段，我们看到文殊菩萨赞叹善财童子，善财童子提出一些请教的话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不但是值得，如果真正发心祈求无上菩提，一定要学习发菩提心，修菩萨行，实物是魔鬼的行为呀，不是菩萨行啊。听信谗言，这是随顺魔鬼；拒绝谗言，这是随顺佛菩萨。吉凶祸福，就在这一念之间呢。唯有真实智慧，他才知道怎样去选择。没有真实智慧啊，轻易听信谣言，为外面环境所转，这种人纵然
认真努力精进修持，也得不到结果。这个事实自古以来太多太多了，学佛的人多，成就的人少；念佛的人多，往生的人少。不但是对人由于嫉妒造谣生事，甚至于为门户之计造下了谤法之过，这些年来我们听得太多太多了，许许多多的人回谤下莲居无量寿经的汇集本，恶意的批评，这个造的罪业重了，太重太重了。听心回谤的都是佛学水平不高的人，如果佛学水平高，你的一些评论别人一眼就看穿了，只有水平低的人会听信谣言。所以妄语两舌惭悔之过是非常非常严重，破坏人的家庭，建立人的骨肉，破坏僧团，毁灭佛法，断人法身慧命。佛在经界里面讲的太多太多了，我们要细细的去读啊，细细的去反省啊，决定不造恶业。我们的前途一片光明，即使不相信净土不念佛，他也必定升天享天福，他不会堕落，所以不可以逞一时口舌之快造这样严重的恶业，要特别谨慎，特别小心，绝不传播流言。真正的要像李牧原一样，知遇知者，我听了就算了，绝口不提。造业积德，就在这一句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